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系 Perry， 今日欢迎大家收睇今集嘅收息股系列啦。为大家带嚟嘅收息股咧就系2388中银香港啊。咁啊，中银香港咧就一只银行嘅股票啦。咁啊，银行股其实咧系受惠于加息周期嘅。咁喺息差扩阔之下咧，银行咧相对咧个利润咧就会上升。咁啊，之前喺低息环境之下咧，存款利率嚟讲咧低无可低啦，贷款利率喺竞争嘅情况之下咧，相对咧都唔可以提升得太多。咁啊，影响咗銀行嘅一個利潤嘅，咁調翻轉啦，而家喺呢個開始加息嘅環境之下啦，高息啦，咁貸款利率咧相對可以向上調啊，因為息口都向上升啦，咁樣嘅情況之下咧，銀行股咧相對咧個利潤係會提升嘅，同埋咧中銀香港咧，大家都可以留意多一樣嘢啦，就係有東盟嘅一個概念啦。其實它是可以受惠於東南亞的市場發展的。那我們看回現在的股價來說，28元到30元左右的水平，估值上是合理的。那它股價的波動都相對是平穩，還有4厘派息，那其實拿來收息是非常之值得考慮的選擇來的。那最後呢，那希望大家訂閱我們的 PY 財經台贊好，收取我們最in、最新的、最有用的財經資訊。希望下一集再見到大家，拜拜。